之前已经接获报案两三次，那经前往协助，那这一次杨志勇过马路造成用路人的安全已经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84条，我们依据相关条例对次主处以罚款。警方在此呼吁说，有饲养宠物，不管是猫狗犬，希望能够善尽照顾者责任，那把笼子关好，避免宠物自行开启笼子的门，跑出造成危险。 你听得懂没？到这，到这，同志们，快点，过来，过来，过来，这边。